其身，情服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道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，大道无形，运行日月，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，无不知其名，享名曰道。心境经有一位真神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知己是眼不能见，但借者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第一章第20节，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？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。在我们生活经验中，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，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当事情不太顺利时，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，若事情已经绝望了，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，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，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，老天有眼，有一位真神上帝，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，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，虽然看不见电波，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，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，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。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，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，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，万物的创始者，有一位真神太初，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新约约翰福音1:13，圣经创世纪1:01。5:1:1。起初神创造天地。1:2。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1:3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1:4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1:5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，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，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，明明上帝老母娘，生天生地生万物，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，又称无生老母，又称明明上帝